来在这个镜头刷落来高雄，离前金区自强一路有一张大楼的建地公搬去，海边啊七号的透天厝来歪错变作危楼，是先靠这个怪手把大楼暂时堵掉的。吓唬我！好了，撑住他了。工地施工技术工边的路面放起，要七号人家厝起起必顺，先出动怪手甲堵咧。用雷达侦测光线，敢唔去伤到商车嘛？一直继续灌水，一暝灌五千多吨的水，和这个地基有较在。哦，啊别等，我这就要等伊啊啦。哦。啊，拢头前等伊，我无好个爬楼。遮瓷砖哦，拢人个啊。民众发现厝内壁甲楼梯必顺，态度拢翘起来。这是伫高雄镇金区的一个建安边的人家厝，怎可能是因为钢板挡土壁无抹，造成湿水？地水工边的路基放弃，边的人家厝门窗变形，规栋透天厝向倒边起过，只好赶紧逃生。今日透早，市区人员伫现场咧顾，要一个七十外岁住户未放心，倒来看厝，又毋过未当入去。我的慢性药啦，一些，他就没有办法，门都打开了，当然不能卖啊。我们一辈子挣的钱就在这里啊。这面包啊，面包，哎，基本看都处理了。有厝未当住，嘛未当开店做生意，受害住户甲厝头家真无奈。整个这七栋的暂时支撑，以便让我们的住户能够。有机会先去把整个物品给清理出来。这个公安事件总共撤离二十位住户，再去公务单位继续的抢修。副市长林钦莹再次强调，讲建商一定要负责，市政府会全力协助维护住户的权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品萱。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？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